就是他的餐盘，有套餐，都是肉类和海鲜，但是价钱不同，一般般。餐牌之后，我们决定选了一个西冷牛扒跟一个新鲜鱿鱼套餐。看一下那个牛口水的，你吃不了？吃吧。哦，师傅现在正在做另一份我们点的那个餐，也就是那个墨鲜鱿鱼。好，我来尝试一块西冷牛扒。不错，很好吃哦。现在要试试这个鱿鱼，看看味道好不好喝。
好吃，快点，好意思呢。现在吃完了主食了，已经被清空了，然后他们就准备要上甜品了，就是甜品哦。等一下给你看看什么甜品他会给我的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看那个在等甜品的人等到流口水了。好了，甜品也上了，这就是个应该是没错，是布丁，红豆布丁，绿茶抹奇，还有两颗苹果，这就是我们套餐的甜品。好吃吗？那抹茶很黏哦，应该感觉不错。喜欢我的影片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在以下方按个赞，一个 like， 然后跟你的朋友分享。千万千万记得要 subscribe 我，已经 subscribe 的朋友们就记得那个小铃铛，铃铃铃铃。哟，谢谢观看 ，like share comment and subscribe， 请多多支持。